亲的姐夫啊，我叫穆塔尔·麦麦提。最近我从网上看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先生说，我妹妹祖母热达武提被强制送到教育中心，被强制结扎，这完全是谎言、假话。我的妹妹祖母热达武提从来没有去过教育培训中心，从来没有强制结扎过。他是因为穿了子宫肌瘤，自己去医院自愿做的手术。我想请问蓬佩奥先生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先生，讲话要有事实，不要利用我妹妹祖母热达武提编造谎言，打扰我们平静的生活。我专门拍这个视频，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事实是事实的真相。